去年我、哦、今年去年他收的680-700，今年3月3号在他家收850，我扭头就走了。叫你吗？他跟我说830，我扭头就走。会叫你吗？没叫了。不叫你哈、啊。对呀、啊。那人家也比你便宜啊，是吧？人家880，你开玩笑，到我这里啊，我当时以为，哎呦，我送上门的可能，哎呦，就要宰我了，估计。嗯、我跟你说，送到我这里来，你还价格开这么高，你开玩笑了，真的，我这个走量的大姐。啊、哦，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当地买个十几斤银针不得了了吧？对，啊，不得了了吧？哎，你价格到位了，价格到位了。那我少你个10块钱。哦，你真大发，要不了啊，870，要不了。然后马蹄头啊，有人问马蹄头长啥样，然后这个马蹄头能泡吗？能泡。啊，泡泡看。我拿去泡一下。啊，拿泡。啊，抓一把。抓一把。抓一把泡看。哎呦，哦。这么多啊！不多的，不多的。我要钱哈。我杯子很大的，趁你泡茶嘛。啊，可以，哦、那你就价格给我就可以了。我价格给你啊，我价格给你啊，听好了啊，750，价格给你750。这么低的价格了，这么好的茶叶你。我去年送的都才700块，大姐，你要跟我说880，不现实的，卖不掉的。你是说850的，叫你要850的，我没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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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涨价了不叫我，啊、少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哦、啊，那别人大品牌卖2000多呢？哦，你也去卖2000多，不是这么说的，大姐。我跟你说，做茶，我们作为老百姓，我们看看自己做出来要多少成本，我们赚多少钱就完了。不要说，哎呦，别人卖什么价格，哎，我也卖什么价格。哦，大品牌卖2-3千，哦，成年的卖2-3万，你也卖了，你做不道理啊？人家大品牌有品牌背书的，我没品牌，是吧？哦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老实一点就可以了。对。哦，帮你做的量才是真的。哦，价不是量，大胆。抬起来还要垂乐赛。哎呀，很难找到。加5块。加了这么好的茶，加了5块钱。嗯，天，你真的是搞笑了，大姐，5块钱不是钱啊、哦，你都没见过我们这里盘绿茶怎么砍价的，几毛钱的砍了，还5块钱看不上，真的是。这样。哦，你真大方，哎，你土豪，5块钱看不上。那5块钱，我说这么好的茶，你加了5块钱，不是？那一毛两毛是。一步到底，760，能走走，不能走算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你不要摇头晃脑的。这么大把，帮我拿去泡了，你去喝。这样吧，大姐，这样下半年我一年在福鼎要待2个月，啊，11月12月都要去了。到时候去你家里看看，你家里有什么好的成年的啊，牡丹、寿眉都可以拿出来卖的，不要就盯着这点银针。可以，是吧？可以。哦，你价格搞到位，啊，你价格搞到位，可以。啊，价格搞到位再喝，价格不搞到位喝浪费时间了。哦，这么多茶农还在这里卖茶，我也要盘别人茶了。啊、哦，你要不要说这个尴尬？我价800给你。哦，那不要，大不了，没有这样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800看，慢看。哦，我跟你说，你卖不了3天，你都回福鼎去了。哦，你都回福鼎去了，真的是。哎，800块，我给你价格，考虑考虑，是吧？哦，你先去喝了，哦、你再加点给我。真的是，哦，这茶农啊，豪横的不得了。哦，太硬气了，真的是。我也去种茶去了。哦，卖点好茶，硬的不得了。我以前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是口袋里有钱的人，嗯、哦，他们都不忌惮，不一点都不惦记我口袋里的钱，真的是好像我还忌惮他的茶一样。哎，茶汤可以，哦，茶汤可以，这种就是标准的银针汤，色白隐绿，我们叫近似以白，以白为贵，这就是标准的色白隐绿，漂亮吧？色白隐绿，这是成都茂源是说的，我们口语叫做近似以白，以白为贵，可以的，茶汤可以的，啊、哦，好也多。其实毫都不用看的，银针毫都不用看，关键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杯口的金圈，金圈显那才是真的，就说明内物质丰富，没有内物质的银针没有用的，啊，没有内物质银针没有用的，来闻一下，闻一下，哇，这茶好凶哦，哦，好，怎么这么凶啊？嗯，哦，哎，底子里面还有一股奶香，你闻看，凶的嘞，我刚闻了，凶哎，上头哎，我现在脑门都上头哎。太凶了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两个原因：一，荒野的；二，菜茶多。它肯定菜茶多。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，能，这是菜茶。你看，哎呦喂，你看，哦，你看这长得什么样了？这茶，你看，这是荒野的啊，荒不荒？荒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茶哦，别看它小，凶呢，它里面就这么凶，就它来的啊。这么小，奶凶的，这是菜茶，所以它这里面这是荒野的啊，一定要菜茶，没有菜茶肯定不荒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就山上长的就是没有人管的茶，什么茶都会有，你懂了吧？嗯。啊、哦，群体种。嗯。哎呦，这茶好哎。它的水路的细甜度非常高哦，路上就马上打嗝，有没有感觉？我喝一口打2个嗝，啊，这就是茶气足的体现，而且茶汤非常顺滑，鲜爽度高，甜度高，哦，米汤感。哇、哦，有点意思，这茶可以搞。哦哟。哦，舒服，哦哟，我一直打嗝，
打了五个格了，哦，这啥可以搞？哎呦，哎，价格，我说800给你。800给我？嗯。啊，那不用谈了嘛，刚才说800不用谈了，你还800给我，我都喝都喝了，大姐，加你5块，765，啊，能不能走？哎，姐，走不了。走不了，走不了就算了吧。你不要纠结了，大姐，我都已经说了这么清楚了，是吧？下半年生意，你家里送梅牡丹，你要不只有银针吧？送梅牡丹也有吧？哦，我都可以帮你盘的，是吧？明年茶我也可以帮你停盘的，但价格搞到位啊，是吧？你要不要不要想着，哎呦，我这茶就好，我这就要卖这个价格，卖不了的。你，我跟你说，你要这样卖，服你卖，真的服你卖，不用在这浪费时间。来，我这找客户的，你不要这样啊，哦，这么硬气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我买茶也没有，我买茶都没有这种卑微过，是吧？钱在我口袋里，别人都求着我买的，是吧？嗯，哦，加不了的，啊，768一口价，能走走，不能算了，768，啊，768，再加3块钱，能走走，不能走，没有办法，啊，没有缘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不要说这么便宜，这么便宜，你可以卖的贵的，是可以卖的贵的，你拿福鼎去卖，是吧？量不一样，啊，来我这里都找客户的。是吧？帮你明年的量走走才是根本，是吧？我卖给你，一分都不会加，你不用叫了啊！不加，再加几块，加一块你要吧？那走啊，好啊，就一块钱磨半天，一块也是哦，加一点，你早说那加一块钱可以给，是吧？来，上车，可以，好，这车37.2，箱子存一千啊，我就上3斤就可以了。啊，我自己留了，自己留，上个3斤就可以了。你跟他结账，你跟他结账啊。可以啊。多少？768。768。769。来，769拿下。啊，30斤，1斤加30，半斤加20，给他怎么上链接？小手准备喽，1斤加30，半斤加20，给他怎么上链接？本场直播的高光时刻，荒野银针。哦哟，这货真的高了，高到天花板了。来，给他怎么上链接啊？小手准备好了，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，来展示。来，点击下方小黄车物票窗，选择一号链接白毫银针去抢购。我们的白毫银针上榜了，放心买，放心拍，500克、250克，任你选购，还有125克尝鲜价。喜欢囤白茶的，建议拍一斤装，商家自送运费险，提交订单拍下即可。我跟大家讲啊，要囤就囤荒野银针。听我的啊，要囤就囤荒野银针。为什么？这几年白毫银针太火了，火到什么程度？火到福鼎的茶农，种茶的茶农，前年冬天跑到田里去给他大量的施肥啊，让他银针在第二年春天长得更肥更壮，卖得更好价格。自从这样开始，我那银针都不要了。我两个北京大哥跟我说，你去囤荒野的啊。现在大家还没有觉悟，等大家觉悟了，荒野囤一包少包，囤一包少包。当年荒野不是为了荒而荒，真的是因为山太高，路太陡荒下来的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现在囤可能比普通银针贵了30-50块钱，但是3-5年之后差的可能不是300-500块钱的事情，差的可能几天的事情，明白了吗？哦，真的荒银针少，你看没有？荒了12年，真的。你看马蹄头收来收成啥样啊？这种，哦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茶园里面怎么种都种不出来，这就一定是荒出来的，你看没有？瘦的，哦，别看他瘦，精壮啊，哦，那种凶凶的，来给你截个图。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截图。买到手给你用木盒装，正把你朝鲜的木盒啊，带4度计，我买的，4度计的，这是一斤装，你拿去囤，留一针4度。我跟你说，银针就拿来囤的，不要现在喝，土豪请随意。这个银针拿去囤，等到来年变化，拿去送礼很赞啊，给你送袋子。如果买半斤或者155克的，用我们自己的包装，1罐是155克，你喝的好的给我5星，带多少瓶，喝的不好来退货，哪怕你喝了半罐，你说这茶不行，退给我，运费我出啊。我给你做质保没有关系，不要不好意思啊！我盘的茶希望得到认可，分享好茶，分享，所以前提让大家喝得上，这才是我们说的银针该有的意义。荒野银针，教大家怎么去看荒野银针，几个特征学会的，你就不会再入坑了。我们以后去别人喝茶的时候，也可以帮他鉴别你他的银针是不是荒野的。首先我们找的特征叫什么？马蹄头，你看没有？马蹄头，这就马蹄头，标标准准马蹄头，像不像马蹄？对啊，像不像马蹄？怎么来的马蹄头？我跟你说。它这个荒野的都乔木，像这样树一样的，人要排上去掰下来留的马蹄头，看见没有？明显吗？所以大家记得不要说光听马蹄头，马蹄头长什么样要知道啊。然后再看什么呢？再看它里面的菜茶啊，就前几种，它里面华茶一号、华茶和菜茶都会有，明白吗？这就大自然拼配，这就荒野的，要找到这菜茶。你看，小啊，小到什么程度了？我的天哪！哦，这里多少？来，纸拿过来看一下，哎，纸拿过来看一下，啊，你看。哇，才1.2，什么概念？
啊，普通的银针大概在2.5到2.5厘米，我那种银针，比如说一斤要50000个牙头，这种牙头一斤最起码要100000个，明白了吗？你别看它小，奶凶奶凶的。还有一个点，我跟你说，还要看它瘦不瘦。啊，肥肥的就没有，你看瘦成啥样了？这是，瘦成啥样了？我就跟你说，啊，别人都肥肥的，他就瘦，没人管啊，十几年没人管，没人出草，没人打药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样任由它生长，因为太难了，那东一颗西颗你没法管理的，真的没法管理的。你去过就知道，明白什么叫概念，荒野茶人长什么样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明白了这三个点，你们不要去入坑了，这就荒野银针的魅力。啊，为什么这一年这么火，你知道吧？啊，银针囤一包少一包，囤一包少一包。再看这个茶汤，茶汤，看到没有？这是标准的色白比率，啊，近似以白的茶汤，啊，银针一定要找到这样茶汤，就是好银针。啊，记住了，色白饮绿，一定不能浓，你浓了，那袋银针肯定是有问题的，啊，就做功夫做坏了，发酵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哦，它是要生晒的，自然生晒的，可以闻一下冷锈，闻一下冷锈，哦，贼凶，哦，超凶哎，好凶，超凶超凶，哎，有点是，啊，你哎有冷锈奶香更明显，冷锈奶香更明显，来尝一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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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有点意思，啊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嗯，哇，它这个温度下来以后，它依旧是这么霸气，哇，荒野韵十足，而且它的奶香更明显了，啊，整个汤感里面变得更加的丰富，啊，水路很细很细，有点意思啊，这银针，啊，这个把你高货，这个把你高货，没有啦，我天啊，没有啦，没了，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银针啊，你也去囤了，我跟你说，蹭蹭蹭就往上了，嗯。点击下方小黄车，在更多里面找到订单，在我的订单中完成代支付，按下即可。我跟大家讲啊，大家不要去啊，拍了几斤放在那里。我跟你说，你懂茶的可以拍个一斤两斤。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荒野银针的，你只接触过普通的银针的，我建议大家买个半斤或者120克去感受一下荒野银针的魅力和它未来转化的空间非常高。我跟你说，囤银针一定要囤内物质足够丰富的，如果内物质都没有。